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哈，一样订阅免费。那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字的订阅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哈。那如果要对老师很赞赏，就按个赞；如果要留言，滑到最下面。如果还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来继续哈，找六哈，这个六六六这两个没办法确定，这个六这个六这两个没办法确定哦。来，还有。这边六哈，这边六这两个哈，啊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个是六哈，可以哈，来刷一下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嗯哈，这个是六哈 ，OK， 好，再怎么样，好，再刷过来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边六哈，来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哈，这个六哈，再刷过去哈。来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是两个没办法确定哈、哦。这边六，这边六，这也是两个没办法确定哈、哦。那六就此打住哈、哦。那我们看七，看看有没有东西哈、哦。看七，哎，这边有七，这边有七，这七，这个七，这两个没办法确定。这个七，这个七，这两个没办法确定。这个七下，这个七上去，这两个有七，所以这个不能有七，这个也不能有七啊、哦。来看啊、哦，这三三四这两个是不是？这个不能有七，这个不能，这个、就七哈、哦。OK。好，再刷一次哈，这个不能有气，这个不能有气，这个就气哈 ，OK。再刷过去哈，这个不能有气，这个不能有气，这个是三格哈，不知道哈。这个刷过来呢，这个是两格哈。那这边呢，咳咳那七呢大概就是打住哈。那我们来看八这边差哪几个哈？这八的八宫了哈，这个二不能放，这边又放二了哈，这个应该这个马上可以这样。那这二连说完，这个二过来，啊、哦，这两个不知道哈、哦，来，它差哪了？一二三，是不是四跟九？啊、哦，那有没有办法确定？没办法，四跟九，啊、哦，没办法确定哦。那我们知道，既然这边有四，那这边四，这个四，啊、哦，这两个哈、哦、没有用哈，四、哦、跟九，好，那我们看四有没有这边杀过来，这边就不能放四啊，这样这个就放九嘛，怎么会眼睛有问题啊？看的，这真的是昏头了。好，来，那再怎么样，这四杀过来，这个四杀过来，这两个哈、哦、没有用，你这个四杀过来，这个有四的，这四杀过来哈，这个哎这个有四哈、哦，这四杀过来，这个四杀过来，这个两个哈、哦、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是杀过来，这个是两个哈，不知道啊，这样就此打住哈。那我们再来看，这边差一个把它放下去好了，这不差一个一，好，把它放一哈下去。那一应该会并过了哈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一杀过来，一杀过来，一杀过来，这一就好，这一也并，一就是并过了哈。我们把它并过就把它打勾一下哈。好。那我们再来看一冰狗之后，我们看这边第八个有没有？我这个差八还差不多，一边这不差两个啦，这不差两个，是不是一二三再来怎么样？四五好三八好三八三八好不知道、哦、好，这边杀三八。上下有没有支援？好，没有支援哦哈。啊，这边这个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两个有三，不知道哪个哈。来，这个三过来，好，这个好三八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，这边八过来，这边八过来哈。三八这边有八嘛，所以一定放三嘛，这天才呀、啊。好，这个人放八。这个已经太累了，来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就八哈，记得连锁反应哈。再来继续哈，这个八，这两个有八，所以啊，这个没有用。这个八杀过来，这个杀八过来啊，这个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是两个，这个八过哦、啊，这个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就八 ，OK。好，再来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八，这个九八哈，来八也并过哈 ，OK。好，那。